What?초반에 3연패를 해서 요새 폼이 별로 좋지 않은 것 같은데 저희는 요새 폼이 좋은 것 같아서 자신감 있게 하면은 쉽게 이기지 않을까 싶어요. AD 都还要投，是他前面基本上算是 AD 当他辅助。对，哇哇，来了来了，放招了，放招了，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前面讲了，就是他没有要跟你浓的，我没有浓啊，我要跑，你死定了，你就算你就大不了你可在塔下，那出事就是你的队友。没有，就是小朋友才跟你浓，小朋友才跟你浓，我杀人，我这也是猪女她本身的一个硬伤啊。哦，滑向前一勾子勾到了，打错护这护盾走 Q， 再缓了一下。来翻，然后这边翻了出来，贴了上去之后呢 ，Q 缓速逼出了猪女的闪现哦。对啊，虽然他在 CS 上是落后的，但这个就真的没关系，因为只要当物哎，这边拉了出来，但是奇幻女神拉了过去，宇宙之约定到了，把定在墙上之后，去挂上去，他的血量有点低哦，最后一点血量，幽冥的补血拉了起来，有机会撤退吗？有 ，Q 缓速一下拉开了，没事情哦，我挺赚的，下半部奇幻篇最终篇章直接开哦，压在巴德脸上，而且奇幻弹幕刷出去之后。巴德血量不太够啊！猪女这边也打起来了，这个点猪女血也残了，在塔下硬盆很危险的，塔龙靠了过来。哎，这个硬盆好像要倒了。塔龙是没有大绝，但翻了过来之后呢，头大，哎，头大。挂上去之后，哦呦，这个杀手本能往这边拉开，可能打野再，等下打野跟中路再靠一波，可能守塔就拿到上路。杀手本能这边是有他人按了出来飞过来，两个人要来 gank 这个杀是成功的拿到他的人头。这边往后退，但这里就是弹幕一刷，刷到了凯莎。哦呦，侧边四个身法翻了出来，感觉他要上嘞，给压力了，给压力了。哇，闪现的 W 再个 R 转了开来，但是被挂了虚弱，就这个虚弱没有看到。这里想要甩大的感觉，因为塔龙没大没闪。哎，空大王必推出来，这个老龙甩到了中路，成功的在两个这个技能的集合之下呢，击杀塔龙八块。这个塔龙切哇，这里要硬杀了。下路 TP 亮了起来，硬杀，还想要偷吃这波兵吗？不要被惩罚了。一个牢笼甩上去，没有什么救了。金龙弹幕一刷，对，尤其对于金龙，哎，这边这直接抓到杀手本的进场，冰河牢笼再定住，哇，丘比又被抓到了。那塔龙真的要把这个有血量的二杀直接灌倒，好像有点难。但这里是哇，这里是被幽灵普罗看到，所以这里的动向其实是军中完全知道的，抓到你喽，小丘。所以这边凯撒跟阿杰又有一个发育的空间，这个是军中他最想。哎呦，大绝这一次定到了巴德，林志明掉之后，但这个奇幻女神，哎、哇，这边伤害。顶了过去，哎呀！但是被猪女顶得飞得高高啊！冰河龙甩下去，塞尔斯这边打出了护盾哦。这边塔龙开大过来要抓翻，没有抓到之后，哎呦，四个身法再翻回来，我过去啊，我又过来啊，抓到你了，猪女！哎，可是刚那个急飞起来这个森林泰山嘛，跳得高是很合理，毕竟在丛林里面荡来荡去的。哎呦，他是有点危险，但是这个走位扭过塞尔斯控制技能被挂虚弱之后，开大绝命顶铁链挂上去之后，要回身反打哦，把对方给逼退，打出他这个闪现啊！这里伤害不太够。剑哥到了，跑到一个很远的距离，但至少还是有把这一波的小会战打赢，然后把这视野再整个建立回来。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哦，这样太危险，飞太远，直接就被撞起来。而且他被顶起来，他是完全不能动。嗯，这个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感觉有点怪怪的。怎么样，叫暂停了吗？哎，不好不好，我不喜欢这样，还好他没叫。还是。Viper 原本就秒，哎，在这里，他在上去推，但是队友在开地龙啊。哦，这里应该伤害很够，绿毛快撑不住，按下了怀表，层面 TP 亮了起来。这一下的这个秘术射击收下了巴德人头，包括他的这种换血的能力都落得非常好。但这里是绿毛，应该是为了插眼被绑到之后直接推了回来。哦，他刚刚是，不知道，因为他刚刚是没有视野，那边有个红眼，他这个应该是盲视野吧？对，应该是盲视野直接绑到，这样都绑得到。太猛，太猛，太猛！那这里后面拉，其实拉开哦，吃到 poke 之后马上回去喝一口就没事了。其实我记得那个，我有绑到，这边绑到了，但是位置有点危险。
缓了一下之后，但这个伤好像不太够，而且他身上有 GA 哦，大哥又空啦。偷来的凝滞命运没有定到任何一个人啊！我只能说，我相信他是绝对偷不到也用不到的情况下，哎，这边找到机会，青衣战士那边挂虚弱，还有烟雾，但是可以先顶住。最终篇章定到二三三二三四开大，身上还有 GA 回身要砍后方，球米进场了，闪现进去要补一个伤害，直接把一回秒杀了，这个是把再拉出来，金龙他们刷过去之后，伊泽瑞尔现在他的攻速拉了上来哦，两个金人，哎，这个是 GA， 二三四身上 GA 可以再站起来，再站起来之后要再倒下去，这一波球米的进场终于让，来了，这一波其实他在三角，他现在下路三角，对，这里他已经这样绕了一圈，而且其实大家的观点就是注视的点都是在右边的人。这里打了，哇，还给他一个特别的闪现 WR 展开来，这个没有，这个已经这个普攻，这刀拉回来，因为巴德已经把虚弱用掉，不，好像是用在阿卡丽身上，这个塔隆就直接冲进来切了一个最完美的后排，那个潇洒身影，收集刀落，收集刀落，御剑飞剑，他等了，没什么问题，而且他有出那个纳什，其实是够了，哎，上方抓开了阿银突袭，往前要抓皮子，哇，这好凶，特别闪转，哎呀，皮克劳没有命中，但是。四甲之内呢，把二杀之复活再打了出来，最终篇章开了下去，定得到吗？最后，哎呦，定到二杀之，可是没办法再往前做深追哦。直接哇，那这可能哎，上路哇，丘比的位置有点危险哦。但他有大吗？我有大，大要跑，翻了一下，吃个身法翻掉了，没有死，成功的躲掉对方的追击哦。丘比这边有被看到，我这里要开。金龙刷出去，冰河牢笼甩在对方的猪女身上，侧边。阿杰想要进场，但这个冰河牢笼有定到了对手，可是哦，空挡一推到了，但伤害差了一点多。这个身法拉过来之后，扛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哦，把硬盘倒下来了。住在前方开大就想要扛，但是在这么多人包夹情况下根本就不够。阿杰往后做拉，但是所有的一直在做追击，而且这一下的伊泽瑞 Q 又反到了。丘比的位置可以吗？走不掉，走不掉，这是一波很好的团战，这边接下来再收个巴德的人头。按下金人还想撑吗？而且有换到两颗人的，哇，他换到两颗是不够啊。对，这里可以直接上高地，但复活时间有40秒，凯撒只有25秒，是有机会拼一波的，有三条地龙，有些GG哦，有机会有，有机会有机会，哇，已经推到了这个塔龙，但是塔龙死不了哎。这个猪女可不可以顶一下？凯撒只剩12秒。够吗？够吗？够吗？够你撑吗？把兵顶了上去，暗影突袭又张开来，用了惊人挡了一下伤害输出，但这个猪皮不够厚，顶不住啊！那看起来这场比赛哇，好像要结束了。凯撒现在活了，但是活了守得住吗？珠宝裸露在外，往前要跟人家对 A 不了啊，伤害超高，珠宝爆炸，同时硬盆也倒下了。各位好，我是欣然，欢迎来到赛后采访。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之后，我们请到的是格里芬的苏尔选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和哈皮一起进入哈皮欢乐时光。对，일단인사만이잘부탁드립니다。안녕하세요그리핀의탑라이너소드최성원이라고합니다。欢迎苏尔。今天第一个问题，因为这一次的洲际赛呢是格里芬的首次国际舞台的表现，所以很多人都非常非常期待。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的话，稍微有一点点负担呢？이번리라는그리핀의첫국제대회인데요많은사람들이도기대하고있는데혹시부담감이있으신가요약간부담감보다는좀낯선환경이다보니까세팅시간이짧더라고요그정도만빼면은그냥평소대로한것같아요其实比起负担感这一部分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准备时间会更少一点，在这一部分可能会更担心。其他的话就是按照平常准备的一样来打。那第二个问题问一下，他们在这一场比赛当中 ，BP 最后的时候是秒锁了男刀，是抽比自己说要玩的吗？PP 했을때마지막픽은테로드꺼내셨거든요초비선수가아내가한다라는말씀이하셨어요초비선수도자신있었고감독님도탈론각예쁠것같다라고생각하셔서그렇게각잘나온것같아요아상황도맞춰서네네아하셔서就是确实是超比说自己要玩的，也是他很有自信的这样的一个英雄。那当然还有教练，他说也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情况也适合，所以呢，今天就拿出了男刀。第三个问题是，有没有想通过这一次大赛想跟他成为朋友，或者是在对线期很想去碰到的这样一个对手呢？이번대회동에서친구가되고싶은아니면라인전대붙이고싶은선수가있으신가요준선수랑원래챔피언상승에대해서예전에얘기많이했었는데아챔피언코리아했어요네예전에이국제대회전에요아근데그것뿐만아니라더 친분쌓았으면좋겠어요
在这一次的洲际赛之前，其实呢就跟 Zoom 选手聊过，然后这一次呢希望通过洲际赛能够跟 Zoom 选手变得更亲就好了。当然，花姐。